桃园市政府交通局熊万盈副局长，欢迎。台南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洪国哲大队长，欢迎。台南市政府公共运输处吴宇之处长，欢迎。好，吴处长躲在那里。好，还有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王小慧科长，欢迎。感谢副秘书长率领我们优质的市府团队一起来今天的共襄盛举。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也可以说是推动我们交通安全月的舵手，也是今天活动的指导长官，我们欢迎交通部公路局梁郭国组长，欢迎组长。再来介绍一直是我们交通安全的守护代言人哦，欢迎我们的大家长嘉义区监理所黄万义所长，谢谢。还有我们台南监理站蔡娟娟站长，欢迎。麻豆监理站吴志哲站长，欢迎。接下来要隆重介绍我们运输业者的先进，首先欢迎台南市公共汽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林唐新理事长，欢迎。台南市游览车汽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曾明哲理事长，欢迎。台南市直辖市汽车货运商业同业工会邱俊谦理事长，欢迎。台南市汽车货运商业同业工会郑顺和理事长，欢迎。台南市小客车租赁商业同业工会陈景峰理事长，欢迎。台南市计程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韩继昌理事长，欢迎。台南市汽车驾驶员职业工会陈清明理事长，欢迎。今天交通安全院的宣导活动，感谢长官莅临。现在我们是不是有请筹划本次活动最辛苦也最给力的我们嘉义区监理所黄万义所长上台致欢迎旗，欢迎所长。好，我们交通部公路局，我们梁郭组长啊，我们的这个市政府应副秘书长，我们的熊副局长啊，我们的庄副局长，还有我们这个市府的这个长官哈，那还有我们今天主角九大运输业的业者，我们九大运输业的这一个最疼我们的这个理事长通通到齐了，还有我们的驾驶人职业工会的理事长，还有我们所有的业者。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演练的主角，我们新南国小的师生，还有所有的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早。首先，
欢迎，也感谢各位贵宾，各位重视交通安全的所有的这个台南的贵宾莅临到我们台南监理站。那大家都知道，交通部每一年的九月把它定为交通安全月，不是说九月的时候我们才来注意交通安全，而是24小时、360天、365天，我们通通要重视交通安全。那在文化的形塑过程当中，确实是不容易。那今天我们要把路口的这个安全再把它提升，再把它建立。那我想，我们利用每一年的九月的交通安全月，这样来做一个推动。这一次我上台北参加这个交通部的这个交通安全月的这个启动的这个记者会，我们局长特别提到了一点说我们的捷运文化，我们的搭乘电梯文化，甚至于百货公司，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搭乘捷运或公车的时候我们都排队了，我们在搭电梯的时候都排队了。这个在国外他们来了以后非常羡慕我们有这么守秩序的一个文化，这是世界上可以讲是数一数二的，也是我们的光荣。可惜我们在交通安全，尤其是路口这一块，我们目前还达不到。我们会不会达到？一定会达到，只要所有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响应，一起来共同的来这个创造，一定可以达到。那路口的时候呢，我们要推动的是所谓的人本交通。所以各位在路口可能都看到，现在都动起来了，很多的路口有工程在推动以人为本，以前可能是以车为本那现在是以人为本。然后呢，我们在路口的时候硬体做了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软体。那这一些软体，我想礼让这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目前要积极来推动的。那我们到路口的时候呢，车辆我们就是要慢看停，那我们行人要安全行所以我想把这样的一个礼让的一个文化，我们在座的各位都非常关心交通安全，有在座的努力，有在座的宣示，有在座的配合，有在座的响应，我想我们交通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的这个变好那这个交通安全业的一个推动，我想不是只有这个交通部，也不是只有各县市政府，也不是只有交公路局建立单位，而是全面的。我们从今天各位的出席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大家一起来重视这样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议题所以个人也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谢谢大家来配合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最后呢，我想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祝福大家，大家出入拢平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难在监理服务还是安全稽查的场合，都能看到我们黄所长站在第一线上为服务的同仁或者辛苦的运输业工作伙伴们加油打气。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吕纯英副站长为我们今天的活动做简报，欢迎吕副站长，请上台。各位长官各位贵宾，还有我们九大运输业的理事长先进，还有记者先生们，还有我们的新南国小的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现在正在那边 stand by 的驾驶先生大家早安。好。接下来就由我为你们简报我们今天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流程
好，那其实刚刚我们所长已经讲过了哈，这个是交通部，我们真的是为了要让我们的交通更好，从2019年就开始发起这个活动，那定9月就是交通安全月，那重点就是携手，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政府机关宣导，就是携手我们机关跟企业做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使国人更重视这个交通安全跟停让的文化。那我们今年是第5年那本站是今天第一天开跑感谢大家莅临。那为了响应这个交通安全月的运动我们一样是延续人本交通跟停让文化的主题，那我们用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这个口号来宣导，加强宣导这个安全的活动，来提升全民的交通安全意识。再来，我们今天的活动主要有4样第一样就是交通安全的宣示由我们九大运输院跟各位贵宾一起来响应。然后第二个项目就是路口停让行人跟指差确认的演示我们等一下会请我们的客运司机在整个路口这样子做一个演示给大家。然后由新南国小的我们的可爱的小朋友们来演示这个你礼让我礼貌的一个活动那再来就是府城客运的标杆驾驶行进路口来做指差确认。第三个项目是干支线优先路权的演示，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事故都是发生在这个干支线没有红绿灯的那个路口所以这个优先路权的演示非常重要。然后第四点就是大客车视野视角跟内轮差的体验活动这个我们这个都是一样都是事故发生非常多的地方，所以这个要加强我们的活动的宣导。好，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其实最主要就是提升我们的安全意识，我们希望说从我们的从业驾驶人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谨遵慢看停。那慢看停是什么意思呢？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接近路口速度就不要再加快了其实我们要注意路口的号志变化跟行人的一个动向，所以接近路口要减慢速度然后看呢就是转弯的时候要先暂停一下确实的查看左右有无来车来人。再来停就是说如果真的有行人要通过我们就一定要停等不要一边行进一边等，这样是不对的一定要确实的停等，然后借此来塑造我们的优良的驾驶文化跟提升路口的交通安全。好，那最后呢就是重点就是停让希望我们在座的九大运输业的那个先进跟理事长也都回去跟我们的驾驶同仁宣导跟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也一样宣导确实的停让有停让才是好车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的出门，安全的回家。谢谢大家以上简报。谢谢宇副站长为我们精辟而且有趣的演说、宣示活动的流程。再来，我们邀请与会的来宾长官为我们致辞勉励。现在我们有请台南市政府殷世熙副秘书长上台为我们致辞，欢迎副秘书长请上台。我们梁组长、黄所长，以及我们熊副机长、庄副机长，还有我们的洪大队长，以及我们在座各位的先进，还有九大业者的一个协会代表还有工协会的理事长，以及我们后面新南国小的一个小朋友，大家好。那我们感谢啦，我们嘉义区监理所啦还有我们的交通部，每年都办这样的宣导。那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宣导，还要付诸于怎样行动。那因此呢，我们大家拜托业者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呢加强的宣导，让大家一定要怎样，我们路口要怎样停让，行人优先。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么可爱的小朋友？对不对？这么大的车子，这样一不小心，可爱的小朋友就没办法讲话了。我们去年呢，有500件的 A2 事件，然后呢，死亡事件呢，大客车、货车有19件，占了死亡事件的10%，是在路口所发生的。所以我们在路口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就占了交通事件的一半。
因此呢，在路口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我们驾驶人啊，不要抢时间呐、啊。你一定要知道，假设路口一定有人，要有这样的观念，路口应该一定有人，放在我们的脑筋里面，好不好？希望我们九大业者回去跟司机同仁讲，我到路口一定有人，因为我们有内轮差，你没有办法看到。那我们现在有辅助设备，也必须要看一下辅助设备。辅助设备不是装好玩的，拜托一下，回去跟业者讲，要到路口的时候，辅助设备一定要看清楚，也一定要停下来看看有没有行人，慢慢的过去，不要赶时间啊。有时候我们一赶时间，我们的人生就充满了遗憾。赶了时间以后，我们这一辈子就会怎样？心中非常遗憾，希望不要这个遗憾放在我们的心中，好不好？希望我们九大业者好好的帮我们宣导一下，付诸行动，拜托，好不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今年定个目标，从现世以后就不要发生路口的死亡事件，好不好？好，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副秘书长为我们精辟而且生动的叮咛再叮咛哦。好，最后我们邀请交通部公路局梁国国组长为我们说几句话。感谢组长在我们第一线同仁辛苦及运输业者伙伴们一起来推广今天的路口停让活动，谢谢组长。好，那个应副秘书长，还有熊副局长，还有庄副局长，还有洪大队长，好，还有今天这个主办单位这个黄万义所长，当然最主要主角就是我们的九大啊、哦、运输业啊、哦。今天我看大概这个理事长哈、哦、都亲自啊、哦、到这个、现场，还有很多客运公司，还有后面这个我们今天要这个演示国小的啊、哦，这新南国小的啊、哦、这个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来台南这边哈、哦，我去年啊、哦。就是那时候是新宁客运，他在他们的场地啊，就做了一个这个应该是全国第一的啦，这个训练场地哈、哦，它可以让我们的那个驾驶员或者行人实地在那边了解说这个大客车啦，这个一些转弯的啊、一些危险的地方啊、哦，还有我们路口停让怎么去处理啊、哦。那今年8月28号，我们交通部呢？就在部里面有一个交通安全月的起始的一个典礼，台南市政府也同日在当天这个做了一个这个路口停让这个人本交通停让文化一个宣导的一个活动。今天9月1号是我们各区监理所呢第一场就是这个九大运输业停让文化的宣示活动，也在我们台南站这边来举行所以我想说这个台南市政府真的非常感谢哈、哦、对于我们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宣导真的是不遗余力都跑全国第一所以这边非常的感谢。那我想说地方政府这一边就把我们可能这硬体建设就像早上我这个搭车来的时候，我们那个黄所长讲说这个台南站周边啊有很多学校，所以有请我们台南站那个围墙要退让1.5公尺啊、哦，对对，是这边嘛，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作为哈、哦，因为前阵子哈、哦，不管这个行人地域啊、哦，还是说路口停让的部分啊，的确我们要让学生和、哦、孩童有比较好的一个行走的一个环境空间。那我们中央呢，当然。九大运输业大部分哦，除了市区客运之外，大概都是我们中央所管辖的哈、哦。所以今天我们办这个九大运输业这个路口停让的宣示活动，我想说这个今天是一个宣示的一个开始。但事实上呢，我们的监理所站呢，其实平常呢，不管是在这个工会的一个会议里面，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定期的这个教育训练或者是说我们有请业者来做这个宣导的部分，其实无时无刻都希望我们的九大运输业者呢对于这一个路口停让文化一定要彻底的执行。那我们呢去年也针对这个客运业者部分有做一些这个影片，那今年呢
我们就针对货运业者，我们也拍摄了影片，希望能够达到这个转弯暂停，然后安全再行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们也把这影片呢发布到这个各货运业者这一边，希望他们在教育训练的时候能够充分的能够让他们的驾驶人呢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活动。我想说这一个活动呢不只是中央地方呢业者一定三方面要充分的合作，才能够把这一个这个人本交通这个礼让文化彻底的建立起来。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来到台南这边希望今天的活动呢能够一切这个顺利，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组长，组长麻烦请留步。组长麻烦请留步，我们现在来颁奖。感谢府城客运近年来持续配合及推动交通安全的宣导活动，包含本次也提供了出动人力跟电动大客车的车辆来参与我们等一下的实际演练活动。我们有请府城客运公司代表林广和协力上台接受感谢状。好，麻烦暂停一下，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能够拍照，来展现微笑。好了吗？好，谢谢。好，再次感谢，掌声鼓励，感谢我们的府城客运公司，也谢谢组长。那组长麻烦再留步一下，我们等一下要拍照。好，听完长官贵宾的声声期许哦，相信大家对今天活动的美誉是不是有更加了解了？好，那我们首先呢要先来进行大合照哦，邀请长官贵宾上台合影，有请殷副秘书长带领我们市府局处团队，还有局处长官，还有我们的教育监理所黄惠站所长，还有陈昭廷科长，以及我们的主角哦，九大运输业业者代表，麻烦各理事长请上台。好，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递送一下手拿举办。好，有请我们理事长，有请我们理事长上台。相信今天天气很热，大家的热情让我们觉得更热了哈。希望这个活动呢，能够因为我们的参与，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对生活、对安全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好，各位帅哥、各位主角，准备好了没？好，媒体朋友，准备好了没？好，三、二、一。好，第二张我们戴个手势哦。猎桃。今天活动赞不赞？麻烦举右手赞。好了吗？好，请台上的长官贵宾稍作停息哦。我们邀请现场西南国小的小朋友一起入境，还有现场的活动来宾，请入境跟我们一起做今天的大合照。来，西南小朋友。西南国小的小朋友请进。好，我们活泼可爱的小朋友等一下跟着我们一起做宣誓活动，还有路口停让的演示。好，麻烦我们的摄影师朋友们，媒体朋友们，这样的镜头可以吗？好，你要遮住你们帅帅可爱的脸庞哦。好，好，开始，我们的大合照哦。不要遮住帅帅的脸，麻烦微笑，三、二、一，好，第一张，第二张，麻烦举个 OK 的手势，三、二、一 ，OK。看看左，看看右，观望放时钟。好，慢看停。请问媒体朋友们，摄影师满意了吗？还是要再一张？
再一张，好，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们说的哦。好，各位主角再忍耐一下。好，我们举个三二一 ，OK， 耶、yeah, ，OK。好，好，为了你让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入镜哈，麻烦各位摄影师再稍等我们两秒钟。好，好，三二一 ，OK。看前面，看我们的摄影大哥，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的相机。三二一 ，OK。好，那就 OK OK 喽，请大家回座，谢谢。感谢老师带领我们西南国小的小朋友一起看集体参加今天的活动。好，谢谢各位长官贵宾，先请入座。希望参加本日活动的所有贵宾及媒体朋友们，能够帮我们协助多多宣导，进入社区、进入校园，还有企业团体，让更多的用路人、驾驶人知道路口停让的重要性。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让停让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也让停让成为台湾给人最鲜明的印象。好，大家好开心哦！好，大家好开心哦！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路口停让宣示活动。好，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路口停让宣示活动哦。好，邀请大家一起进行宣示。因为今天是我们比较现在进来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环哈。等一下呢，我会邀请大家一起做今天的交通安全宣示活动。那我们的主角呢，是在座的各位，还有后面的新南国小的小朋友，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好了吼，好，大朋友准备好了没有？好了，好，好，为了展现我们的决心呢，我现在逐字带大家，嘿，宣誓，请大家看的看板跟我们一起念哦。好，第一句是交通安全月的口号。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好，你告大声，后面的小朋友，第二趴换你们哦，你们要大声一点哈。好，第二句呢是我们只差确认的口诀。好，我们的宣誓口是那个手势是 OK 手势。好，我先念一次哦，左边 OK， 右边 OK。安全通过，安全启动。好，左边 OK， 右边 OK。 安全通过，安全启动。好，谢谢。接下来呢，守护行人的安全，我们要能够做到啊。我起来加贺啊，好，你们都没有看到哈。好，接下来是爱心手势哦。好，守护行人的安全，我们能够做到人本交通，幸福同行。人本交通，幸福同行。这个都够了啦吼！好，给自己掌声鼓一下。最后一句，好，再忍一下，最后一句喽。好，我们的车辆行经路口，我们能够做到宣示手势哦。来，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转弯暂停，安全再行。好，谢谢各位广官、各位贵宾，谢谢，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好，接下来呢，要请大家哦，移至到我们的舞台左侧的，